回家第一顿主打一个妈妈的味道，就是我妈做的红烧肉。我妈还做了一个砂锅牛肉，还有一个素菜土豆炖豆角，好肥呀、啊！我妈做的是咸甜口的。胡萝卜好甜，其实我小时候是不吃胡萝卜的，感觉这个汁好鲜啊。这个能当那个一小罐一小罐那种瓦罐汤喝，这个汁儿我已经惦记很久了。整上一碗红烧肉拌饭，豆角碾碎拌在米饭里。你要不要听听说啥呢？明明是土豆啊。是谁知道？香屁了，香屁了。这一整份都是甜咸口的，这个牛肉炖的特别烂乎。猪肉还是国内的好吃，他们那个肉都是一点点都不带处理的。红烧肉一口一个的感觉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妈妈做的红烧肉就有一个好处，就外面它可能油比较大，妈妈做的它会把那个油给它弄出去，就是肥而不腻。一块都不会腻。